王八蛋，我好歹是个女生，你这样对我，你能不能别娘不唧唧的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有没有对我的身体做什么？有啊，当然有啊，这具身体啊，真是棒极了！我杀了你！我你别打我！打起来了！你们干嘛？现在啊！哎呀，坐下！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打是情，骂是爱。哎，不打不骂不恩爱。就是，你看他们多恩爱呀、啊！你别喝我头发，给我下去！怎么不打了？继续，继续打呀！反正也不是我的身体。我才不上当！打！啊！你个死变态，居然敢打我的身体！我打！这是什么操作呀？对啊，他们这是什么操作？怎么不继续了？来啊！累了，我先休息一会儿，你给我等着。你干嘛？